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赛事精选栏目，我是王湘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要为您介绍的是2011金立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六轮的一场主将之战，是由广西华兰队的丁伟九段对阵爱慕先生队的范廷钰三段。好的，下面还是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棋局的进程。好的，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盘棋。本局是丁伟的黑棋，范廷钰的白棋。黑棋的第一手棋呢，往往都是应该在自己的右上角下棋，但是这盘棋黑棋的第一手是放在了这个位置上面。那我觉得一个呢是有两种可能性吧，一种是黑棋的一个创新，还有第二种可能性呢就不是那么的有意思了，大概是记谱员的问题，可能是把这个位置呢图自己顺手的一个方向去记，然后就记成了在这个位置上。那我觉得实际上可能第二种可能性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因为黑棋还是会回过头来走这个，那么完全没有在第一手的时候放弃这么一个常规的方向。接着呢，黑棋选择了挂角，白棋拖一个。丁伟呢，曾经是这个云南队的主力，自从云南队降级了之后呢，丁伟就转战到这个广西华兰队，那么也一直是充当一个老大哥这么一个主力的角色。那相对来说，范廷钰呢就要年轻很多，他今年只有15岁。那在上海棋界呢，有两范一米之称，说的是三位非常年轻的这个棋手，那么他们也是非常有希望的这个新锐。那其中的两范一米的这个其中一范呢，就是指的范廷钰，他在去年首次征战围甲就以这12胜5负的这么一个优异的成绩呢，替山东队保级成功，同时自己呢也获得了围甲年度的新秀奖。所以因此呢，也能够看得出来范廷钰这位小将实力非常的不俗。黑棋现在挂了一下角，跟白棋交换之后再把这个给拆了回来，白棋挂，黑的二尖高加，然后大飞。接着呢，黑棋靠上去，形成了一个腰刀定式的前奏。为什么说是前奏呢？因为在白棋拖的时候，黑棋如果想要继续把这个腰刀定式下完的话，是在这个位置跳的。但实战呢，黑棋是选择了顶一个。这个棋不难理解，因为现在我们看到黑棋的布局整个的一个主要的脉络是要在左边这么一个变相中国流当中发挥一个主要的作用，所以现在呢，黑棋想把自己的子力尽量的往左边走，那选择这么一个定式呢，应该也算是变招吧。下成这样的话呢，黑棋这个势力我们看它的方向是往左边的，所以这是黑棋实战的意图。白棋扳一个，如果直接在这个位置断上来的话，肯定是会遭到黑棋这么非常愉快的一个弃子，而且这个时候黑棋似乎还可以立下去，要比直接打吃被白棋提了好。这样白棋如果拐，黑的再一断，白的还需要吃一下。这个图白棋是万万不能考虑的，
因为只是吃掉"黑"的三个字，但是这个外围在被黑棋这一手提过来，白棋上面的角上目数只有15目左右，然后黑棋的外势是从上边一直延续到了右边的这个二线上，那么黑棋的这个势力是远远不止这16目棋的。所以这时候呢，次序是一定要掌握好，白棋不能盲目的选择断点。实战呢，他是先搬一下，这样黑棋得挡住，然后白棋再打吃。这个时候黑棋就不好意思再从这儿打，这样白棋一提，等于刚才黑棋可以立下去的时候往这儿搬了一个，被白棋一手棋给提进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白棋打吃的时候，黑棋就得接住，白的接，黑的打拔，这都是定式的下法。不过，对于这个定式，可能大多数棋友都还是比较的陌生。不过，既然今天看到这盘棋的话呢，这之后双方的进程都是一个定式2分的下法，所以说我们只要对这个变化有所了解的话，大概以后再遇到这个形状就不会有多么的为难了。实际上呢，黑棋顶一下是要求，黑棋是先提了一个，提一个意思就是说，白棋如果在这边收气的话呢，被黑棋一跳下去，白的首先在这个局部已经不能够进吃黑棋，因为黑的有这一扳，所以说怎么样的话也是一个打劫的情况。那黑棋先手跳到一下以后，这个上边的势力非常的厚，提了一朵花，然后再在左边继续的发展自己的潜力。那白棋吃掉这个是，应该说是得不偿失的一个变化，那还是应该飞出来。交换一下之后呢，黑棋再顶，白棋小尖。小尖的意思就是，白棋如果马上从这搬的话呢，被黑棋一挖，白棋吃不住黑的，那么白的肯定就不能这么选择。这样呢，白棋一接，黑棋打了一长非常简单的一个白棋杀气棋不够的情况。所以呢，白棋尖到这儿，为的就是下一步搬过来的时候，黑棋这个挖就没有意义了。那黑的是得在这个一线上做活的，但是在做活的之前呢，要想一想有没有尽可能的一些交法获得便宜。那么实战呢，黑棋先加一下，让白棋变重一点，交换一下以后呢，再补回来。对于右边的这样一个定型是差不多之后呢，白棋再并一个，这个出头也是需要的。如果说白棋不走的话，会被黑的这么靠下去。这样黑棋是先手，因为白棋长完之后这角上还是不活的，所以这个出头点是非常大。但是可能会有棋友觉得，既然是出头，那么为什么不选择走得快一点的下法？这个变一个，不是觉得效率有点低了吗？一个呢，白棋最高效的下法肯定是飞，但是这个飞毫无疑问呢，在自己的这个连接上面就出现了问题。首先，黑棋这么两个加完了以后，这一扑，这个局部呢，白棋就变成了一个打劫连回，相对来说，黑棋的劫负担会比白棋轻很多。再其次，黑棋如果不打劫的话，可以直接这么断一个，这样即使被白棋打着一下，这样不行，黑棋还是应该打，这样黑棋白的可以吃在这儿了。对，这是我的一个失误。那么就是说呢，黑棋只要找准机会这么加完了，一扑进去，就是形成一个开劫，并且这个劫本身来说，对黑棋的负担会比白棋要轻很多。那么如果说白棋这个飞
是想要争一个高校下法，但是不成立的话呢，再来看一下这个跳。这个跳呢，没有眼见的黑棋这么把白棋分段的手段，但是黑棋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尖，对于白棋来说也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样的话呢，白棋如果要硬着头皮往外走，自己这个形状马上呢又要出现问题了，就被黑棋一靠，然后一挽，黑棋可以先走这个正确次序。如果白棋长的话，黑棋就接住了；如果白棋走这个，黑棋再一夹，冲过来这么一打，白棋气非常的紧，这肯定是白棋不能接受的。所以综合考虑下来呢，尽管白棋很想把自己头走得快一点，但是碍于这个时局呢，并不能够达成自己原先的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并一个是此时的本手。那下到这儿呢，这个局部基本上呢就算是告一段落了。这个定式呢，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定式。总体来看，就是黑棋在这个角上活得稍有委屈，三目棋。但是呢，中间提了一朵花，同时这块白棋应该说还是要算在黑棋可以进攻的这么一个范围内。不过对于白棋来说呢，也没有太多的不满，毕竟呢，当白棋拖的时候是黑棋选择的这么一个变招的下法，那么白棋相对来说没有太多的这么一个回旋的余地。既然跟着走没什么问题的话，下到这可能白棋进程上看也不会有太多的失误。所以说现在这个局面下应该是双方还是两分的一个局面。然后此时呢又轮到黑棋下了，黑的一接。按照这个形的定式下，把白棋是应该在这个三线上拆一的。那实战呢，白棋可能是为了强调一种心情，选择了小尖在这儿，是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个角上，这个边上呢，被黑棋夹到一下以后，白棋本身要在这边去下棋的话，可以发展的空间就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宁愿把头抬起来一点，然后呢，可能在中间的这个作战当中会有利。但是呢，白棋这么想的话，是作为白棋的一种主观的思维。但是结合到这具体的形状来看的话，白棋这步棋还是应该老老实实的拆一算了，因为从后来的结局看，黑棋实战先走这个，跟白棋跳角进行交换之后呢，黑的往这个方向跳了一个，这一跳让白棋非常的不舒服，因为如果白棋脱先的话，被黑的从这儿跳下来，这个目数价值非常大，以后飞过来还可以搜刮白棋右下角。同时呢，黑的这一跳，白棋尽管这个边上是白棋非常的不愿意去下，但是如果被黑棋走到的话，白的这块棋就彻底的变成了一块孤棋了。所以呢，白棋得走。那白棋一走呢，黑棋又不依不饶。这小尖呢，依然是告诉白棋，如果你脱先的话，被我挡下来，那么虽然说这两下交换不如黑棋一手棋跳下来对白棋右下角这么一个威胁大，但是呢，尽管白棋这么两下交换对自己右下角好一些，但是对自己右上边这块棋呢，由于黑棋进了一路，同时是多了两个子，那么相对来说肯定是对自己威胁有更大了一些了。所以黑棋一尖呢，白棋还是得跟着应。白棋一应呢，黑棋又顺势的这么一跳。可以看得出来，黑棋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形状还有对方的心理掌握得非常的透彻，让白棋非常难受。本身而言，白棋当初的这个小尖就是为了避免在右边过多的行棋，才选择把自己
自己的头抬到上面来，但是呢，他忽略了黑棋这么一个非常有大局的好手，迫使自己呢，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也是迫不得已要跟着一步一步的走。这个黑棋呢，在此时呢，就是应该说是运用了作战当中的一个非常高级的策略了。现在黑棋一跳，白棋不得不面对自己这块棋的问题，所以说要处理一下。靠出来，黑的虎，白棋长。黑棋长呢，非常的舒服，这个形状是很明显是对这个白棋此时眼位的一个要点。如果说被白棋虎到这儿的话呢，基本上这块棋就可以当做是一块活棋。但是呢，被黑的一走到，白棋立马就感觉是一个没有眼位、棋形缺少弹性的孤棋，需要往外跑了。接着白棋先跳一下，白棋这步跳呢，又遭到黑棋继续非常猛烈的进攻，扒进来。这也是继黑棋长完了之后对于这个形状的一个后续的下法。这一挖的话对于白棋来说非常难受，打吃，黑的也打，白棋一提呢，黑棋就敲上来，然后呢，对于白棋来说，这个棋如果现在把这个接住的话，还要被黑的提一下，如果再接的话，还要被黑的头上再打一下，那这样的话，这盘棋可能很早就要结束了。白的至始至终是一块孤棋，没有眼位，缺乏弹性的棋往外逃，黑的在中间一步一步的蔓延，使得自己越加的厚实，同时左边的势力也得到了扩张。所以呢，这是对于白棋来说最不能接受的一个变化。那么实战当黑棋挤过来之后呢，白棋就选择了一个弃子。白棋这个长交换呢，是希望黑棋接住。那如果黑棋接的话呢，一个是这个棋以后即使再被黑的断上来，白棋这个长跟黑棋接的交换，基本上白棋是走不到了，因为黑的人家都已经把白棋给断吃了，黑棋还有什么理由再要去花一个类似单关的手术去接住呢？所以呢，如果说能交换到这一下，白棋就会相对的使得这几个子变轻，因为现在这个局面白棋还是得考虑一个如何把自己沉重的包袱给卸掉，而不是要想尽方式的去把这块棋现在应该说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这几个子给生拽出来，然后呢又给自己平添了更多的麻烦。所以这样呢，可以看作是一个交换。接着呢，黑棋，这个子应该是白棋提掉的，对。接着呢，黑棋再这么白棋断上去，白棋一断，黑棋飞过来。白棋顺手的打吃一下，黑棋接住这个地方呢，白棋是冲不过来的，白的一冲，黑的一挡，白的吃的话呢，黑的从这个后面可以收气，把白棋给吃掉。所以现在白棋吃一下，把黑棋吃中，再打过来，黑的提了，白棋冲一下当做劫财，黑棋挡住，白的再一提，黑的接住。下到这里呢，这个形肯定是黑棋整个的进攻可以算是得分了。白棋虽然说是弃掉了五个子，但是这个弃子对于白棋来说是多少有些无奈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弃子这一说呢，有些时候它是可以当做一种作战的策略，也就是说，如果自己一块孤旗比较沉重的时候呢，会考虑一个把它包袱卸掉这种转为灵活下法的这么一种攻防。但是现在的这个实战呢，白棋对于这几个子是因为想跑，但是跑出去的。所要付出的代价会更加的沉重，所以说呢，是迫于无奈才被白黑棋给吃掉的。那么这么看上去的话，白棋的这个弃子呢，就是多少是有一点被黑棋给占据了这么一个主动。不过呢，现在这个棋局应该说盘面上还很广阔，所以呢，之后小范的下法是非常的出彩，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这个时候呢，白棋很明显的被切断之后，尽管这五个子被吃了，但是并不代表白棋的这块棋就已经走好了。在中间这个地方存在着一个断点，但是如果此时白棋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去补一个断的话，这是属于优势情况下才会去选择的手段，所以对于现在的白棋来说，没有这么奢侈的时间再去让它往这个中间这么悠闲的补一个断了，肯定得有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去拼一下胜负。那实战呢，白棋就断了上来。俗话说呢，棋从断处生，也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说法，白棋这个断上去呢，看上去就显得有那么一丝这个希望了。黑棋长，白棋的下一手非常的有意思，按照这个棋形的常规想法呢。白棋不是在这儿长，就是在这儿贴，这可能是对于白棋如何把这个子继续走出来的两种，在我们正常的固定思维当中的两种选择。但是实战的白棋下出了一个比较独特的选点，它是小尖到这儿，这样呢强调的就是下一步要虎过来，那黑的呢就只能侯出。这么看上去的话，我们可以来跟刚才这两手比较一下。如果是长一个，黑棋也是贴，那么黑棋这步贴呢，就相对来说会比实战的单侯要愉快很多，因为现在黑棋不仅是贴一个属于自己联络，同时呢也是在强调白棋弃紧的问题，就是说紧住了白棋的气。但是刚才白棋现在是松着气的。好，这一点呢，肯定是这个小尖要比长到这儿得分了。再来看贴一个，贴一个呢，看似非常的紧凑。如果说黑棋退，白棋也就会想尽方法的在这边走棋，然后想搬过来。但是呢，黑的可以搬这个，这样白棋搬，黑的一吃，白棋走这个，黑棋一吃，白的提了。被黑的这么滚包一圈之后，黑的虎过来，白棋在吃中间的话，自己这个形状是一个鱼形，所以说呢，白棋也是要尽可能的考虑一下自己形状的优美问题。实战的这种小尖呢，就可以说是集合了前面的我们说的那两手棋的优点。同时呢又摒弃了前两手的缺点，那这手棋应该说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在正常的这么一个思维当中，可能不容易去想到这手棋。黑棋侯，白的跳下来，黑的拖，然后白棋顶，白棋就继续的要把这个。棋给走过来，把头搬过来，黑棋爬过来，白的一搬，此时呢，黑棋吃了一个，
这个吃的意思就是想要把白棋弃给走重，这样如果白棋接住呢，黑的这以后搬完了一吃，白棋是一个鱼形的状态，然后可能黑的继续的出头或者往中间走棋。但是现在呢，白棋应该说小范子是非常的大局，他可能觉得这个子在我们认为此时应该是一个棋精，应该理所应当的把它给接回去，但是呢实战的小范他就是洞悉了整体的一个大局，认为呢现在把这个子看清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实战呢是点了一个，这个点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按照观子的角度上来说，点一个跟黑棋挡下来交换，白棋毫无疑问是一个亏损的局面。但是呢有了这么一个交换之后，白的在这个一扳，这样呢就是由于白棋下一步一冲的话，再一吃黑棋的这两个子就掉了，所以说白棋如果说这么交换倒在一般，肯定是一个白棋整个的把这么一个头扭过来的正面的局势，所以黑棋也很难受，因为作为这个第一杆的话，黑的肯定是想挡住，但是如果只能被迫接住的话，这个白棋相对来说又轻松了很多，再往这边尝一个这么简单的走，这样一个交换，白棋毫无疑问从这个观子的角度上来看肯定是便宜了很多的，因为白棋如果现在尝的话再走这个，黑棋毫无疑问是要选择挡住的，所以白棋此时的次序非常的精妙。那白棋一点呢，黑棋也确实有点两难呢，这么一下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在不知道怎么下的时候，下不好的局面呢索性就脱先，当然这么一个说法是要在计算的前提下才这么能够选择这么一个下法，也就是说呢实战黑棋这个脱先是看在白棋冲黑棋可以断，白棋如果连回呢黑棋在上面可以打吃的情况下才选择脱先的。相对来说这个实战黑棋先尝了一下再选择脱先，相对来说这个提调呢是对于白棋点过来的一个回击，就是说既然呢白棋已经在下面这么一点，黑棋无论走哪个都会让白棋获得便宜，那么黑棋呢索性就选择一个本身也具有一手棋价值的这么一招棋，这样呢反过来白棋在这边冲不行，退一个呢又有点小，但是呢现在这个棋被白的一扳，白棋暂且完全可以把这个子呢就可以先不去考虑它，这以后从观子的角度上来说的话，爬回去依然是非常大的一手棋，但是这个形状是三子头被白棋从这儿搬过来，黑棋的气依然是非常紧的，这么一个局面当初呢白棋是由断开始然后下成这样，整个的把白黑的压制在了这个四线上，同时呢白棋这个地方多几个子肯定是对这边有所照应的。那实战呢其实黑棋的这个提呢也是应该说是要令丁伟比较后悔的一手棋了，如果说按照正常的下法的话，黑棋在这边两边为难，那么还是应该选择把这个头先长出去再说，暂且呢白棋也不会冲断，因为黑的还可以吃，这样呢如果白棋接住的话呢，黑的就把这个中府这三个子先跑出来再说，
毕竟呢，我们要了解到，在这个作战当中，把对方的棋子呢，尽可能的切断，不让他连回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长呢，应该说其实是必争的一个要点。这一长了之后，白棋无论花一手棋还是两手棋，都不能够像实战那样那么完整的一扳就使得自己连回了。所以这么看的话，手数上面黑棋只要长到就已经便宜了，因为这一长白棋肯定得想办法逃，那么黑棋肯定这个交换也就便宜了。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劫似乎没有这个长这么重要。那实战黑棋也是图一个心灵上面的愉快，同时也是觉得提掉的话使得自己变得更加的厚实。但是呢，总体来看的话，比白的一般。白棋从这个小尖和断了开始，这一个作战的话，应该算是白棋得分了。接着呢，黑棋转战到中央来攻击白棋，这一点呢是我们之前在白棋断之前就已经说过的问题。白棋这中间是存在着缺一手棋的这么一个因素，但是呢，白棋为了使得自己在不利的情况下呢多一些机会，才会选择这个冲断的下法。那现在呢，在下边告一段落之后，被黑棋点过来。首先从中间的这个局势来看的话，白棋不太好下，因为这一阶的话被黑的飞过来，白棋这块棋要想出逃的话就有点困难了。那如果要从中间虎被黑的一长，白的要靠这种接的话呢，黑的扳一个，然后再一连扳。黑棋的目的呢，并不是说要把白棋给吃掉，黑的只要是尽可能的把自己的头扭过来。假设白棋要通过这种形式这么连回去的话，那黑的这个外势想当然的肯定也是以这样的一个姿势给封锁了过来，然后再在中间这么一跳的话，左边的势力非常的可观。所以现在白棋就要权衡一下了，这块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颗子，18目棋。价值20多目的这条龙，如果说出逃的话，所要付出的代价有可能比本身这块棋的价值还要大。所以此时呢，对于这个小贩来说呢，他在此时的判断和大局观就是，显出了惊人的一个准确。按理说的话，其实，在现在这些新锐棋手当中呢，年纪虽然很小，但是实力已经很高了。但是他们普遍啊，我个人认为他们普遍的这么一个突出点呢，都是对于棋形的熟练度。这个熟练度是要通过练习非常多的基本功呢，才能够有到达这么一个水平。也就是说，熟练度，所谓的熟练度，就是说，类似于看到这样的一个形状，马上呢，在自己的这个脑袋里面就能够反射出来之后的许多变化。这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些基本上每一个局部都有所研究，甚至是一个深入的研究。这本身呢，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相对来说，年纪小一点的棋手，我认为在大局观方面可能都是要有所欠缺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一点。由于年纪小，很多阅历呢还不是那么的丰富。因为围棋它是一个很综合的这么一个，也可以算是竞技项目，也可以算是艺术。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在一些对棋形的理解当中呢，还要包含着自己对人生的阅历和对人生的理解。那么小的年纪，相对来说的话，就不如
就是一些中间棋手那么的会对棋形理解的那么的透彻。但是呢，这盘棋对于这个小范来说，我觉得他就是在这个大局方面就是显得尤为的突出。这个尤为的突出不是说突出的不好，是应该说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了，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现在黑棋走过来的时候，白的就是选择了脱先打入进来，这个打入就是明显的要把这块棋看清弃掉。那他已经是判断出来，如果逃出来的话呢，所要付出的代价会更加的惨重，所以呢他就以另外的一种形式打入进来，同时也是对自己黑棋的这个子呢发出了挑战的信号。这样的一种作战策略的话，我觉得可以用这个围魏救赵来形容。如果说黑棋要跑出来这个子，白的顺势出逃，一旦这边子力多了以后，这样的一个逃出呢就指日可待了。所以此时呢，白棋这个打入是非常有具有一个良好的大局观的一手棋，同时呢也是使得这个棋局变得更加精彩的一个开端。那么面对白棋的打入，黑棋此时应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呢？是选择把它吃掉，还是把这个子给救出来，亦或者呢有更好的一种选择呢？那么这个答案我们稍后揭晓，下面还是先来看一下棋局的进展。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接着看。刚才说到白棋打入，命令黑棋的是一个选择，是把它吃掉呢，还是把这个子逃出来，或者呢有更好的下法。实战呢，黑棋就选择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适中的下法，从这正过来。这就是说呢，如果白棋这么吃的话，首先从局部来说，这地方以后有一个靠一个的借用，那么黑棋就全当是一个弃子，然后继续的在左上角大概是把这个单关跳走到。这样有了这个子做接应，白棋暂且不会去把这块棋逃出来，那么黑棋可以先捞实地，然后这块棋呢也是暂时呢还是在黑棋的口中，所以白棋是不能满于吃掉这个子这样的一种变化图的，还是要把它走出来。这样黑棋小尖，这是一个棋形。黑棋在上面一直走棋，就是因为要远远的护住这块棋，因为作为黑棋来说呢，此时也不愿意去花一手棋再往这种地方补一个，那样的话呢吃掉这块棋总体来说的目数并不是特别大。白的挤上来，强调断点，这样呢黑棋一接啊，白棋黑的先在这儿点了一下作为一个交换，白的虎一个非常的舒服，在补断之前先交换一下，然后黑棋再尖，这样呢黑棋跳一下对这个子稍微好一些。白棋挤一个，强调着这个断点，黑的一接之后，白棋由于有了这个子做接应呢，就可以一手棋跳到这里，这也可以在术语当中算是一个叫做飞照这么一个下法，是因为呢这一跳的话呢把黑棋这个子给照了进来，黑的拖，再一段。这个下法的意思呢就是说，黑的这个子虽然是被白棋以这样一个形式照了进来，但是一定要想想怎么把它给解救出来，因为这个子呢在现在还可以算作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子力。毕竟呢白棋这三个子，虽然这个四个子吧，这块棋还没有是一个安定的状态，
那么，如果白棋黑的让白棋如此轻松的做活的话，这手棋黑棋可能早晚都逃不掉，需要去补。那么，黑的之前在这儿做的这些准备的话，就没有太多的意义了。现在呢，黑棋断一个，白棋长回来，啊，白棋往这边长。俗话说呢，就是断象一边长，因为。当这一段的时候，黑棋是有很多的变化可以走了，但是相对于白棋来说，就会受到一定的牵制。两边虽然都有打，但是又不敢轻易的交换，因为这种交换的话，随便交换一下都会使得整个的这个局面有所变化。如果长在这儿呢，会被黑的打完了一贴，这两个子就跑不掉了。而且呢，实战的这个长也是，应该说是最强硬的一个下法了。如果说黑棋贴过来的话，白棋再回长一手，这样呢，这里面是一个杀气。假设黑的立下去，白的就长。这么看的话，是黑的在这个杀气过程当中稍有危险。如果黑的补下来，那么被白棋吃。其实黑棋贴一个白棋，应该说最稳当的下法还是先吃一下，防止黑棋立下去平添了更多的变化。这样呢，白棋让黑棋的选择会少了很多。如果再挡的话，白棋长，黑棋接住，白棋挡进去。如果黑棋挡呢，白棋冲完了，一般占先手，再一立就做活了。所以如果黑棋虎住的话呢，又被白棋从二路一爬，这个局部杀气是黑的卖气，黑的拐的话，白棋就简单的尖住就可以了。所以黑棋呢也不能压。那么实战呢，它是立了下去，这样白棋又是形成了一个弃子的局面。尖一个，黑的一打，白的往外跑，黑的冲，这几手棋近乎必然。然后呢，白棋一吃。我们再摆几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形状。白的吃一个，黑棋的这个每一手棋都是尽可能的要把这道线给封住，这样呢就是能够抑制住白棋从这儿出逃的这种可能性。白的打吃，白的提了，然后黑棋退一个，白棋把这个虎了。这样呢，就是说，这个局面白棋又是利用了一个弃子，把这三个子给弃掉，成功的转身到左上角。那相比我们在一开始白棋的右边这个弃子来说呢，这个左边的这整个的一个变化是白棋应该说算是主动的去弃子。这跟右边的被动弃子，这两者呢就有非常大的区别了。白棋主动弃子完了之后呢，黑棋这块空实际上由于白棋还存在着一些后续的手段，所以说黑棋这块空看似很大，实际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观。但是呢，白棋虎到这儿，这是眼见的一个目数，因为呢，这当初是黑棋的角，现在被白棋虎进去。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应该说范廷钰非常的灵活，又再一次的把这个转身，把主力呢转移到了左上角去。接着黑棋长一个，白的走过来，这也是瞄着从这边的一个连接。黑棋尝一下，跟白的立下去交换，
然后正过去，这样呢，一方面是防止白棋把这个跑出来，同时呢是对上边要进行一个整个的封锁。不过白棋呢在这边，由于黑棋本身是出现的一个断点，所以白棋是有迹可循的，在这边尽量的贴着黑棋走，使得这个头绪更多一些。黑棋也是担心白棋如果说黑的在这边搬的话，这一段就出来各种各样的借用，如果搬的话呢，黑棋在一间啊，如果白棋在一间，所以说这个黑棋还不如索性就一手棋补回去，这样呢白棋不能尝着被黑棋从这儿搬过来了。白棋先接一下，也是比较考验黑棋的这个反应，黑的提掉，然后呢白棋退回来。白棋之所以可以在这边放心大胆走，是因为黑的小尖不能够把白的分段，白棋可以利用二路的跳回，这是又是看出来当初白棋在这个地方花了一手棋并一个看似效率很低，但是呢他先前把自己的形状走好了以后再往后走棋呢就轻松了很多，就不像原先这么跳一个这时候被一尖的话就会非常的难受了。所以有些时候呢并不能盲目的去追求速度，一定要在自己棋形要走到一个正形的这么一个前提下再追求更高的效率。然后黑棋是要把这个虎回去的，他先在下边交换了一下接住，这一间呢是强调白棋的断点，但是白棋在连回家之前还可以先爬一下跟黑棋单关交换。这一手棋对于白棋来说实在是太愉快了，是对于这个高手来说这么一个交换有可能就会颠覆一盘棋的胜负，因为通常情况下差一两目可能就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目数差别，但是白棋如果说能走到这样的一种交换，这本身来说就已经把这个实地和这样一个目数会应该说把它最大化的放大了。所以说呢白棋交换到这一下以后再把这个断点补回去，应该说本身来说黑棋的这个接的价值就会变小了很多。这补白棋虎到这儿更好一点，因为呢现在黑棋中府相对来说是存在着一些潜力的，白棋呢尽可能的把子放到中间去。然后黑的再把这个补回来，白的冲，白的是绞尽脑汁的在这个中间要寻求便宜，把黑棋搜刮到最小化。现在看白棋当初这个子都给救了回去，黑棋只是吃了这边。先手呢白棋在上边定型，确定了黑棋只能从这个目数角度上来说围到这一线，之后呢再腾出一个先手左边一拖。黑棋搬的时候呢白棋不是单纯的这个虎一个的收官，而是直接强硬的断了上来。那这一段呢就是我刚才说到过的在这个局部当中白棋所残留的一个后续手段。这一段黑棋突然一下就非常难办了，如果打吃的话呢白的接住，黑棋吃，白棋打，黑的提掉，白棋吃过来。这个棋不单是打劫的问题，就算是黑棋打劫都是变成了白棋有利的缓气劫了，所以黑的也不能这么去走，实际上呢也只能说是黑棋最好的一个下法，但对于白棋来说现在目数是最关键的，首要的是把黑棋的目呢
尽可能的把它削减到最小化，然后白的一提。黑的如果要强调这三个子的话呢，是可以接住的，但是呢，这被白的冲完一吃，吃这两个子还是先手，那么黑棋生不如死，还不如就把这个木薯索性呢让白棋把那三个子给连回去算了，这也是无奈当中的选择。白棋先冲一下，为的是打吃完了之后呢可以小尖到这里。白棋也是非常的狠，整个的把这几个子都连了回家。除了这两个子黑棋一吃呢是接不归，但是只有四目棋了。刚才我们看如果黑棋在收官的情况下小尖到这儿的话，黑棋的目数这块棋怎么说的话也有一个接近二十目棋的价值，现在呢大概只有四一二还不能算四目，只能算一半，两目三目四目五六目七目七八目棋。但是白棋这中间提完了以后自己还长了三四目棋，所以呢白棋这个这么拖断又是一个非常在这个局部当中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可以说白棋在这盘棋当中发挥的非常的出色，不管是在大局方面还是在局部细节当中。黑棋先飞了一下，跟白棋接住交换，然后再补回来，这样呢白棋吃，黑的收官。尽管此时黑棋已经是不是特别的乐观了，但是棋局还得继续。从进程上看的话肯定是白棋优势的一个局面，但是呢从目数角度上来说双方这个棋还是有一下的。黑棋再把这个搬粘了，毕竟被白棋打吃一下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关子，以后呢从这打完白棋不能接这有一靠，所以白棋得回头补。实战白棋是先在中间走了一个掉了一下，黑棋是以一个最大限度的方式靠了上来，要把这块棋围住。现在这块盘面上的关键点大概就是黑棋中间能围多少目的问题。白的并回来，黑棋呢现在是小尖了一下，白棋挡住交换，然后一夹。此时呢我们给大家判断一下形势，现在白棋是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十三目，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十一目、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五十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白棋大概有五十九目棋左右，黑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七目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黑棋现在应该是盘面四目棋左右，那么黑的实战呢是一家，想要把这个子吃掉。盘面四目棋轮到白棋下，应该说是白棋比较有利的一个局面了。但是呢，由于现在中府呢，黑棋还存在着一些潜力。刚才呢，给黑棋是算到这一线，
所以接下来的关子呢，应该是要看一下白棋在中间如何处理，黑棋究竟能围多少目，那么才能最终的去确定一下这盘棋的胜负。所以之后的关子呢，依然非常的精彩。那下面呢，还是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棋局的进程。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盘棋的关子。黑棋刚才加到这儿，白棋搬，黑的吃，白棋用这种形式呢，从这边冲了过来，黑棋也没有把这个棋给挡住，他觉得下面的关子更大一些。接上，然后吃一下，跟白棋接住交换，然后把这个挡住了。这个挡应该说也是很有价值的，如果说被白棋走的话，白棋可以拖到这里，甚至呢，如果白棋要吃掉这个子的话，靠一个也可以吃。所以这个挡本身而言，自己长了三目，以后搬粘白棋还少了两目棋。那么白的尖出来，黑棋既然不挡的话，这两个棋基本上就可以看作是一个箭合，打吃一下，搬。接住，补到这里的，接着再收官，小尖一下。刚才我们判断的是黑棋大概盘面两目，黑棋四目棋左右的一个盘面的优势，但是呢，现在这个局面被白棋尖进去，黑棋要少好几目，上面虽然说差出来五目棋，但是如果能够跟这个抵消的话，黑棋添目依然是存在着困难。挤一下，跟白棋接交换，再把这个挡住，白的虎一个，要求让黑的接回，黑棋提。这个时候双方都是要尽可能的把这个目数给撑住，尤其对于黑棋而言。白棋接，刚才我们在这个地方还判断上面稍微给白棋少算了一些，因为现在没有注意是白棋接住跟黑棋提一个交换是先手，那这样的话白棋就会更加的有利了。黑棋挤上来，白得接，冲一下，然后找劫，对于黑棋来说呢，这个棋是早晚都得接回去的，但是呢，他现在作为一种心情上也很想把这个劫给撑住，毕竟呢自己现在是一个不利的一方。相对来说白棋就轻松很多了，这个劫呢可以一边打一边收官，团一个，记得把这个叫吃一下，白棋提，最后呢黑棋还是接住了，白的再把这个接回来，基本上呢这个关子阶段双方都没有太多的出入，应该说双方都是尽可能的挑了最好的和最大的关子去下。所以呢，基于白棋之前的一个优势，黑棋要想要再继续的有所挽回的话，就是有点困难了。
再来看几步。其实总体来说呢，这盘棋范廷钰由于开局在右边的这个情况，由于这一招棋的不慎呢，被黑棋巧妙地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方向和这样一种对局的心理呢，给白棋造成了相对来说比较沉重的一个打击。但是在之后的这个从断了开始以及这个打入，白棋都是先后这么灵活的转身，然后又显示了良好的一个大局观。可以说从这个段开始，这后半盘就是应该说是整个算是范廷钰的一个表演秀了。所以呢，这盘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年轻小将在处理局部细节当中的一些非常精准的算路，同时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以往我们可能认为小将在这个大局方面的一些缺失，但是这盘棋呢，范廷钰很好的把这个良好的大局观给我们呈现了出来，这一点呢，也让我们观战者觉得非常的欣慰。之后呢，白棋提一个，这样呢就是黑的这以后接住被白棋再提掉以后，黑的再继续收气。这盘棋最后的结果呢是白棋以这个一又四分之一子获胜，也就是两目半。两目半的差距呢，在我们可能棋迷朋友眼里面会觉得是一个非常细微的差距，但是呢，在同等水平这样的一个高手的对局当中，两目半其实也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数目了。所以基本上呢，从这个转换确立了，被白棋走到脚上转身了之后呢，白棋就一直的是处于一个优势的状态，尽管这个优势呢是处于小优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是白棋很好的把这个小优呢从中盘一直保持到了棋局最终。所以呢，这盘棋呢，一个看点就是在右边黑棋的这样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种运用了对手的心理战，去把这个棋局使得自己变得主动的这么一个下法。还有呢，就是在这之后白棋的弃子，左边的弃子以及这个打入，其实如果说没有看到高手的这么一个对局，让我们去考虑未必能够很好的去把这些东西去想明白，但是欣赏了棋手的这个对局之后，也许我们对这些棋以后呢就会有更深的体会了。所以说呢，也很感谢这两位棋手给我们带来这么一盘精彩的棋局。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